这头猪叫白三爷呀！百威！ 竟然是脱胎镜！阿川，来呀，砍我呀！一把破刀也想吓唬老子？七月不用担心。 白府五大护卫之一，双刀罗刹白威，擅长独门绝学罗刹八法，正好来练练手。白威，你在给我磨蹭什么？马上给我干掉他！ 根基术，罗刹八法。去，赶紧躲开！不是秘籍，胜似秘籍，生存根基，果然千变万化。 这是秘籍，不可能，他才多的。你们以为梦仙姑重伤的事情，瞒得住？没了神尊的孟家，可高攀不起我们袁家哟。小三，哟，三长老，这是怎么了？哦，犯病了，那你可得悠着点儿。 可别死你家仙姑前头！大江，把婚书给他。哼，大江啊，对不住喽。慢着，阿川，孟川，这婚退不退的可由不得你。给我，叔父。 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只是想把这婚退干净。垃圾麻烦带一下，谢谢。 贤侄啊，叔叔劝你一句，以你的资质，神孙就别想了。帮别人弄弄字画，或许还是一个不错的营生。哼，等那老太婆死透，我要让你孟家。 永无宁日。三姐，公母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
这光团怎么变成了个婴儿？这没有实体。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我的眉心空间里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现在眉心空间不仅能幻化我遇到的妖怪，连交手过的人也可以？我可从没听说过这种神尊体。